健康四小寶，係綠茶素、洋葱素、蘆薈素、粟米心素呢四樣嘢，高劑量嘅植物提取物，針對人體嘅癌細胞作出一啲幫助。呢四種成分咧，一定係對癌症會發生作用嘅，係一定殺癌細胞。呢個係醫學報告嚟嘅，自己人哋講咗嘅嘢就上網查就最好噶啦。喺2002年咧，就有三個學者咧就攞到諾貝爾獎。咁佢哋嘅得獎題目咧就叫做細胞自滅。第一個嘅健康食品咧就係叫做綠茶素，因為咧佢可以令到癌細胞自滅。粟米心素咧就可以逼嗰個癌細胞凋亡啊。蘆薈裏邊有種東西叫做伊姆甸，用一個健康食品叫做 quercetin，quercetin 叫做洋葱素。可以處死啲癌細胞，對付癌細胞，用綠茶素逼佢自殺，用粟米心素逼佢衰老，用蘆薈素令到佢擴散唔到。好，哇，好快，第三次翻嚟，我继续讲埋嗰个故事先。系，好紧张啊。系啦，咁嗰个嗱，轮到佢阿妈都出事啦，跟住将全屋嘅灯着晒啦。系，有个观众话佢不嬲都系24小时唔熄灯啊。Laura 系咪佢叫 ？Laura 系啊。Laura 佢24小时都唔熄嘅。电费好贵啊。嗱，咁佢就第二日咧就嗱嗱声去咩啦？就揾人咧，唉，即刻去揾师傅问啦。跟住去揾师傅问嘅时候咧，咁嗰个一问，佢话其实咧你嗰间屋咧唔止系一个人，系有一家人。系。你只不过系见到，你只不过系见到嗰两公婆啫，仲有两个小朋友你未见到。去咗边啊？嗰两个小朋友冇出现过喎，咁多年都冇。佢两个冇出现过嘅，净系佢哋两个不约而同就系见到嗰两个大嘅啫，就冇见过两个细嘅。跟住咁佢又问嗰个师傅咧：，喂，有冇办法帮我请走佢啊？佢话佢住咗咁耐咧，系咯，人哋屋主嚟噶嘛。系啦，佢系因为系佢上一手之前已经喺度嘅。但是他这一手呢交代得不清楚， 他可能呢即是拜四角啊那些。要烧阴契的嘛，是不是烧阴契都要懂烧、啊、你在门口烧、啊、你不在门口家里面烧、啊。我听过有人真是屋企正中间烧。那就即是没请走他。是啊，我真的未听过人家可以这样样。是啊，即是你这些是你。做完做这些是你信的话你才会啫，是不是那原来跟着呢他好像这些新界那样逆权侵占、啊。即是他住了那么久，其实他当了自己我都是这个家臣来的嘛。是啊。即是他那个师傅跟他说啊，即是那个师傅跟那班那个四个说。是那个生人的家啦。还有即是他两个家庭都要吵的嘛、啊、喂，现在是你搞到人来的、啊。但是那四个人听了，不是、啊、我在住了很多年的了、啊。咁佢又冇话佢嘅，咁我住喺度冇问题，我又冇搞佢撞到我啫嘛。系，但系咧嗰间屋咧，就佢哋其实咧就悭翻好多电嘅，因为嗰间屋经常咧个气温系低嘅，唔高嘅。正常啊。系啊，嗰间屋嘅气温系唔低唔。通常有嗰啲人兴响度嗰啲地方都系嗰个气温咧系偏低。系啊，佢开风扇得噶啦，平时都系。系啊。即唔系好开冷气嘅机会唔多噶。我绝对明白。跟住佢就跟住就同佢倾，倾咗好耐啦。佢话不如咁啦，你安翻个地主，就将佢归翻喺嗰个位啦。归翻喺嗰度啦，即系你当供奉噶啦，大家相安无事啊。同我屋企嗰个一样。系啦，你夹硬赶佢又冇意思啊嘛。系啊，咁人哋一拍两散嘅就真系咁样。你都喺度住噶嘛？佢咪继续搞你，你咪搞到你顶唔顺，你咪咩咯？师傅可以帮佢搞嘅，但系你咁样讲唔通咯。即系其实唔好以为咧，啲法科师傅下下都用武力，其实佢不嬲都主张以和为贵嘅，倾得掂就倾。因为佢如果即系当佢打散咗，佢自己都要受噶嘛，佢都系杀生噶，咪就系咯，系啊，
佢就終於咧，佢話佢搞掂咗之後咧，都有教好佛。喂，真係嚇死個大佬啊！梗係啦。嗯，喂，佢聽講你住嗰間屋都係有啲咁嘅咁嘅奇撚嘢嘅喎。因為其實咧，即係我屋企咧，因為我係住公屋嘅，即係唔怕老實啲講。咁我嗰時咧，其實係。我好細個入去住嘅，我大概咁中學中一二三嘅時候入去住嗰啲時間。係。咁點解一定要接受嗰間屋？係因為其實已經你知好似拍六合彩拍三次嘅啫嘛。你如果連嗰一次都唔揀咧，你唔知要 N 年之後先有得再有機會，仲要係未必有得上樓。佢就俾你揀第一次，唔知隔幾耐揀第二次，跟住最多三次之後你重新揀過。不過我都好彩，我第一次你知唔知我去咗邊啊？石梨啊！石梨杯啊！石梨咯，系啊系啊，近住咩啊？城门水塘嗰边咯，系啊，所以我第一次派咗去嗰度咯，跟住我冇要到啦。咁去到第三次，点解我会拣去咗嗰度咧？就因为我嫲同我住得好近，咁嫲老人家自己一个人住，咁唔放心噶嘛，去嗰度啦。咁啊唔怕透露，就系我屋企咧系啲点，上次都应该系提过嘅井字型。咁其实嗰阵时我哋去睇嗰间屋嘅时候咧。我第一嗰只系夏天嚟嘅，八九月啊，最热嗰啲时间。点解我头先讲话你提到话嗰个屋企咧好悭电噶嘛？但系热天时开个风扇，连冷气都唔使开，我真系好认同。我嗰阵时入去呢间屋嘅时候咧，你有冇见过七八月嘅时候，你明明间屋系冇风噶，你一滴风都冇感觉到，但系你入到去系好凉咯。凉到好似开完冷气，但系你谂下一间屋吉屋嚟嘅，冇电嘅根本就，又冇唔好话有冇电啦、啊，你冇啲电器都一样电器都冇，冇冷气乜都冇，咁你冷风喺边度嚟啊？即系嗰啲冷嘅气、冻嘅气温喺边度嚟啊？咁嗰阵时其实系好唔愿意搬入去嘅，因为呢个感觉，我一左脚踏入去，我全身毛管冻啊，咁冇办法啦。我爹哋又睇唔到，我妈咪又睇唔到，得我一个感觉到。咁冇得拣，唯有焗住搬入去咯。点知一搬入去嗰阵时，我哋仲要好赶急咁样搬入去，喺大概十月嘅时候入到去。咁十月都热噶嘛，我哋呢几年冬嘅几可有冬天啦、啊。冇秋天噶嘛，一嚟就夏天同冬天。十月都热到阿妈都唔认得。我有一晚瞓觉，咁我瞓碌架床嘅，细佬瞓下，细佬而家瞓下一格。咁因为我哋系两张碌架床嘅，呈一个 L 字咯，喺个角落头。咁你知道呈一个 L 字，大家想象下啦，呢一个即系一个床，两个床尾对住床尾咁摆嘅。咁呢个角位系会好黑噶嘛？咁我妈咪、爹哋就瞓呢一边嘅。我就瞓呢边嘅，细佬就当时瞓爹哋妈咪上面嗰铺上架床。咁嗰时细佬得几岁咧？好细个咧，我有一晚突然间听到钳书声啊！即系好似有本杂志喺度刷刷刷嗰啲声，三下。我以为我细佬又唔瞓觉啦，靓听喺度睇漫画啦，正准备趌起身就闹噶啦。三点钟佢都唔瞓，黐线噶，对白都谂埋啦。佢瞓到只猪咁，喐都冇喐过，嚼咗声啊，系。我一起身。咁嗰下就系咪听错啊？又再嚟咯，嗰啲声听得好清楚，系我床尾传出嚟，就系嗰个好黑嘅角落头。我好憎人咁睇书啊，发发声嗰啲揭嗰啲啪。你仲要半？你谂下半夜三更大声到系你会醒喎、啊、个人。你可想而知佢几扰民。咁你仲要系嗰下我趌起身，咁我通常你啲鬼片一趌起身就会消失晒噶嘛啲声。佢仲要继续钳咯。钳咗两下，我真系惊到成个人即刻吸翻低，然之后攞大被冚过头啦。咁啊惊得就瞓着咗啦。咁由嗰晚开始就陆续开始有事发生。咁就我意思系陆续有事发生，系无啦啦听到楼上有波子声咯。咁点解我会话喂？可能啲人话你波子声系冷缩热胀啊，啲乜嘢嘢？我觉得嗰啲系废话嚟嘅。点解咧？冷缩热胀唔系咁嘅声嘅。系啦，同埋完咗件事咧，
冇晒嗰啲聲啊！你知唔知係黐線到每一晚係有波子聲啦、啊，有拉台拉凳嘅聲啦、啊，間唔中直情係好似聽到有啲對話噶，鬧交嗰啲聲嚟噶，但係你聽唔到佢嘈緊啲咩咯？咁點解我會話嗰啲係廢話？根本唔係嗰回事，係因為件事完咗，完全一粒聲都冇。到而家我住咗咁耐都冇嗰啲波子聲咯。咁跟住一直都冇理佢啦，除咗比較嘈之外，咁去到我读到上去再大啲啦，读high deep 嗰啲时间啦，就最严重啦。严重到咩地步呢？我记得我有一晚我系开夜车温书嘅。咁我之前我都讲过，我嗰时系去到high deep 嘅时候，我系一边 full time。读书 part time 我就做嘢噶嘛，咁我好有时夜晚收。我记得嗰阵时你系咪某个后援会，你直情喺 chat room 同我讲噶，你有讲过好似系系啊。有我有提过噶嘛。出边系有个露台噶嘛。咁露台连住系个洗手间噶嘛，我同你讲过，咁个洗衣机就摆喺个洗手间出边，啱啱配个角仔。佢系嗰种旧式嗰啲个厨房喺出边嘅，跟住有个厨房个厕所厨房喺出边。系，总之系连住个露台啦，厕所同厨房系连住个露台嘅。个露台系要揾嗰啲咩下边嗰架，要揾啲瓦坑嗰啲胶咧挡住啲风嗰只啊嘛。类似系嗰啲啦。咁有一晚我温紧书。咁嗰陣時咧，一個 L 型啊嘛，咁我書台喺我媽咪個床頭嗰個位啦，咁我電腦喺嗰邊啦，嗰陣時仲 exactly 聽緊嗰個節目啦嚇、即係有台嘅節目啦。突然間即係左邊呢一邊，因為我呢邊左邊身係向住露台，突然間涼咗陣，半邊身好凍。咁你會下意識望一望係咪冇閂窗啊？一嗰時又係又是咁啱，又是十月嗰啲时间，十月十一月啦，开始翻风嘛。哇！我嗰下我永远最记得嘅，有一个精子咁样嘅物体，佢四肢着地，高速地行过，即大家以前即系录影带时决断咧，唔系有得快播嘅。Fast forward 佢系快到系嗰种咯，嘈把声就过咗。系啊，但系佢唔系飞快，你系见到佢爬过去系好快速地咯。佢爬过去个方向系由呢一边厨房嘅方向爬到去洗手间嗰边方向。咁嗰下就，因为佢仲系着白色衫啊，我觉得系咪有毛巾啊？跌咗落嚟定咩？我以为自己系眼花，冇理佢，继续温书啦，过两日考试嘛。但其实你一下你会心里面会怯，跟着你就会不停地睄的嘛，眼睛他由厕所的方向由飞奔这样去了厨房，又回到转头，是吓到我冚埋本书，即刻熄了不听了，大被冚头睡。因为我跟我妹分开住的，咁我个妹就同我嫲住啦，因为我嫲独居噶嘛，咁唔放心就摆咗同我嫲住。但系我妹会嚟食饭嘅。佢永远唔敢入厕所，即唔中意去我哋个厕所。你个妹啊？系。点样忍佢都忍到翻屋企。嗰时冇问佢咩事，我又冇讲啦。咁去到一个点系太骚扰到，因为其实系连续嗰个礼拜开始都系咁样啊。是开始烦他，一来的时候我就熄，他是隔着12点、1点、12点那些时间就来的了，因为我家人很早睡的。他就来的了。很怕啦，又不敢跟阿妈说，又不敢跟爹地说啦，又不敢跟阿妈说啦，因为说了不知道有什么下场的嘛，会被人打的嘛。忍不住了就跟我妹说。一唔讲又是何，一讲就夹口供。佢话俾我知，佢喺我洗衣机厕所洗衣机嘅方向见到长期有个黑色人影企喺度咯。即系成日佢一，所以佢唔敢去厕所。系啦，因为你要经过佢先入到个厕所。系啊，所以佢系唔敢去厕所咯。系，我嗰刻我觉得死火啦，大镬啦，咁即系唔系我自己睇错啦，咁啊嗱嗱声同我嫲讲啦。
咁同我嫲，咁同我嫲讲咗咧，佢就俾咗个观音卡定唔知咩，我一嘢就黐咗喺个埲墙度，黐到而家都冇跌落嚟噶，黐到而家我都唔敢搣佢咯，我一直黐喺嗰度咯。自从黐咗之后咧，佢就冇再有呢啲事出现过，但系佢周不时都系会有嘢飞过咯。咁点解先讲话捡书嗰个啦，我漏咗个 part 唔记得咗讲啊，因为我听到捡书之后，咁我 keep 住一直都有听到嘅，咁呢个捡书呢一件事就系喺个精子之前发生嘅，咁点解我头先我好认同系你将佢即系要归佢落去地主咧？因为我先同我嫲讲，我嫲唔信，咁后屘之后咧就发生咗精子嗰单嘢啦，咁其实前绕都好几年噶嘛，但我觉得捡书其实好少嘢，我自己过咗一阵就唔记得咗。咁到精子嗰件事发生之后，我真系忍唔到同我妈讲晒成件事，我妈都唔信嘅，佢觉得我细蚊仔。点知有一日佢突然间攞埋啲祭品嚟，咁我哋嗰时嗰个位系摆咗张 sofa 噶嘛，即系厕所后边嗰埲墙摆咗 sofa， 佢就叫晒我哋成我爹哋都喺屋企嘅，我妈咪翻工，我三兄弟姊妹加埋我爹哋就叫我哋入厨房比一比，咁我哋八卦细蚊仔梗系伸个头出去睇噶啦，佢好似念念有词对揸住三支香向跪喺个 sofa， 好似前面 sofa 个人坐喺度，跟住同佢喺度讲数，咁自此之后咧，我就冇再呢啲怪事发生，即系冇再有听到捡书声啊。跟住之后，因为我做完呢单嘢就俾咗个观音卡我哋拍摆咗喺度，黐咗喺埲墙度，咁就冇呢啲咁严重嘅事发生啦。咁点解我觉得佢应该去咗地主呢？因为佢冇再喺屋企泱泱啊。我间唔中我会眼尾可能翻屋企嘅时候，霎个会好似有个人喺嗰个地主位啊，门口地主公嗰个位啊。咁但係即完咗精子嗰單嘢啦，佢去咗嗰個後尾查到就應該阿伯嚟嘅。唔知點解佢喺呢間屋過身啦，定係醫院過身，佢留戀呢間屋返嚟啦，唔知啦，總之一個老人家。因為我嫲每年副佔位都會幫佢做嘅。我嫲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，一個佛教徒。但係自嗰次之後呢，就八周不時好煩，門即窗口大窗無啦啦會有啲嘢飛入嚟囉。佢仲要好死唔死喺你面前咁样飞过喎 ，exactly 我同你哋倾紧偈，单字倾偈 ，chat room 倾偈，跟住之后听嘅时候佢就飞过，因为我通常都温紧书噶嘛，啲时间一边听一边同你讲嘢一边温书啦，佢就喺你面前飞过咯，去到好几次我忍唔住闹爆佢咯，唔系喎，你咪俾咗个位去。是其他嘢啊！我唔知系佢守得住个门口定守唔住个窗口啦，即系嗰段时间系会有嘢咁样样飞过嘅。系啦，咁后屘因为其实系啱啱佢摆咗去地主之后冇几耐，有呢啲嘢飞过嘅。咁后屘再过多，我所以我就唔明白，其实佢哋系咪就系睇门口？唔系嗰个地主又唔同喎，土地公又唔同喎。即系地主系门口，地主系上边系神。下边嗰个五方土地财神，嗰个先系地主喎。咁门口摆嗰个唔系叫地主公土地公嘛？嗰个福德神嚟噶嘛？地下门口地下系啦，嗰个系帮你开门口嘅，里边嗰个神灵啊嘛，上面系神，下边系灵，系三格咁样噶嘛？系咪你有祖先就三格嘅？我就知佢应该去咗门口地下嗰个位咯。我唔识分系地主啊，定系土地公啦、但我就想知佢系咪守得个门口，守唔到个窗口、如果你真系如果你信嘅话，你冇做过啲仪式咧，其实佢边度都去得噶啦，你都系供奉紧嗰啲嘢。但我知道佢就冇再喺间屋入边啦。系，但系有啲第二啲又入嚟。所以我就系想知佢系咪守得住个门口，守唔到个窗口咯。但而家佢喺个窗口入啊。但系而家都仲系。而家门口，而家系门口入唔到啦，而家窗口都冇啦。我唔知系闹完之后，跟住我嗰段时间我系自己插香嘅，即系我有讲过，我话好烦啊，又嚟嗰啲咧。唔系、你觉得佢烦，你越插越多噶喎。喂，有饭开，梗系嚟啦。唔系啊，地主我插翻俾嗰个。系。搬咗去嗰个位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嗰、那个位仁兄。系。系啦。哇！又好翻翻啦，我哋第四节翻嚟再讲。Daniel， 之前你有咩问题要食呢个四小宝去调节身体咧？肝炎嘅三期啊，跟住揾四小宝咯。揾四小宝，点解你又买四小宝呢只健康四小宝咧？食呢只咧，我又觉得奇怪。成分高咯。
我因为成分高，你话十六粒嘅营养四小宝等于人哋二百粒咁嘅成分噶咯，嗰个分度。系啊系啊。咁你而家食咗之后，你呢排你好似啱啱早排先至 check 咗个癌症指数，而家话系点咧？那个近况系？肝酵素啊，肾上腺素啊，嗰啲指数全部都正常翻晒啦。嗰粒扩散咗嘅癌啊，点咧？而家又？而家得翻一个黑影，即系就冇咗个癌噶啦，已经系。应该就系冇咗咯。健康四小波疗法其实就英式黄室疗法嚟㗎嘛，你。係。咁你仲要点样去辅助啊？你好似话粥粉面饭你都唔食㗎喇，已经係。係呀 ,cut 糖囉，最紧要係。最紧要 cut 糖。嗰个呢系一个南亚裔人叫德仔，佢基本上呢就一条头发搵唔到嘅。咁呢就后生，今年就30岁，用咗支洗头水加支精华素，咁就见到呢用咗个半月，就见到我哋而家嗰个广告呢圆形头壳出头发嘅情形，佢啲毛毛用返晒呢就全部出返晒。咁可能迟啲啦，等啲毛囊疏通咗之后呢会浓密好多嘅。